我们现在把车子停在停车场，然后等一下搭 shuttle bus 过去，然后现在已经排了这么多人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那边搭缆车了，走喽！鲁米，哇，雪好大，好多人在等车。刚排队排好久啊、哦！对，怎么那么多人？好多人。因为前几天都下雨，所以天气不好，然后风又大，对，暴风。今天终于可以滑了，所以很多人。好，现在我们下缆车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在这边穿鞋，穿鞋啦。能见度也太低了吧，完全看不到前面的路哎、欸！今天能见度真的有够差的，都看不到路。然后刚刚有太阳出来一下下，前面全部都看不到路。就像这样子。然后刚刚的咖啡超多人的，不知道买不，完全买不到东西吃。所以你也没吃啊？对，我吃了我带来的饼干。看大概全部的纽西兰人都在这里了吧，然后我看到两组台湾人。后面就是入口的地方，然后旁边这边是一个咖啡，然后周边还有一些读学区的地方，好像是。看一下雪场，我在雪场的另外的缆车这边有一间咖啡，在哪里？我现在进来咖啡馆，进来看看。那这里就是有一些热食跟饮料这样，拿那个披萨，点了一个能量饮料跟一个披萨。外的座位区这里，下面就是我刚搭的缆车。拜拜。好，我现在要去排队了。
现在7:25，我们看到路上的车都结霜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去搭接驳车，走到湖边搭接驳车，然后到雪场，要走15分钟。我们现在走往搭接驳车的路上这条，然后前面的就有雪山，超漂亮的。赶公车，赶公车，地上都结霜了。还有车子也是亮晶晶。然后我们现在在瓦纳卡湖旁边的这个巴士站的公车，然后现在天都还没亮，那边就有雪山，超美的。然后看着附近，我们的接驳车来了。那这里就是卡多纳这里的雪场的地图，然后它这里总共有1、2、3、4个缆车，然后这里是一个最主要的缆车，就是这个，它是6人坐的，然后其他的十字架的地方都是4人坐的缆车。我们就搭他的便车下山，然后现在我们要来一起吃晚餐，然后我们来吃这个 Korean barbecue， 在 mall 里面，这里有韩国的鸡炸酱面，然后还有一些冷面跟一些韩国菜。点了 seafood pancake 冷面、人参鸡汤、okay. 还有大酱汤，然后还有附很多小菜，吃吧吃吧，饿扁了。 Yeah。刚到雪场的停车场就看到这美景，也太扯了吧。现在是8:30，才刚开到雪场而已的停车场就有这样的美景，然后还看到太阳升起来。然后我们今天来这个另外一个雪场 Triple Corn， 然后它这里走上来就是雪场的咖啡厅。
到了三种不同的情景。刚刚来的时候是看到日出，然后云海，对，而且是湖景，对，好厉害哦，好不可思议。雪场旁边看到了几只鹦鹉，我的天哪，好大只哦！